接上条，迎春花修剪后觉得效果不是特别理想，所以有了改装的念头。经过粉丝的给的建议，所以重新对它做了改装处理，改完以后就觉得顺眼了许多，希望它能按照我们想的方案茁壮成长。这两天会出一下关于这个庄子的设计图，到时候与朋友们分享一下，请朋友们多多关注，不定时发布盆景小知识和参考图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，谢谢。点击关注不迷路，下期更精彩。